哦，那花栋两只起两架起重机的，还敢放好，然后还要放上那个铝衣工的，在中中间呢放铝衣工，哦，最后看范围旗杆导向哪边呢？那边的负责做炉柱呢？现在李金堂店2016年大王船就是这样，更早一点呢，西港庆安宫烧王船也是这样，看那个中间大巨大的那个主桅杆烧了倒了，然后倒向东西南北那一方，然后那一方的庙也要负起那个接棒的责任，负起下一颗王船教的责任。